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721页，721页第一行，从第二句看起。又云：纯真绝望，万劫如染，言尘世者，孰过于世啊？故知诸佛所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乃极真极实之言，千佛出世不能改易，万代遵守不可为实，纯是真实，无有虚妄。是故我等贤达地性，甚莫怀疑。这个几句话，念老说得好，他是引用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的话。前面我们讲到，读到经文上，说尘世言，可是今天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不相信，对这些产生怀疑，这种怀疑大概现代人决定是有，没有太少了。什么原因？这是科学的影响。科学在这个地球上兴起有400年了。400年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也能不受影响。影响最深的、最普遍的就是怀疑。科学的精神第一个提出来的就是教我们怀疑。这个对于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冲击。传统文化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延续了几万年，
那黄帝发明文字到现在4500年，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啊，没有文字记载，我们能够想象得到，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文化啊。印度婆罗门教有13000年的历史啊，我们中华文化绝不会输给他啊，至少也有13000年的历史。我们文化的精髓，五伦、五常、八德，我相信这些东西传10万年都不会传错。啊，这绝不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哪个人创造的，不是的。千万年前老祖宗留下来的，这是心得。做人应该必须具备的，啊，这才像个人，像个中国人。啊，五伦只有20个字，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说人跟人的关系必须要遵守啊，这20个字不会传错啊，五常更简单，五常是做人基本的道德啊。第一个是仁，仁爱，推己及人啊，想到自己一定要想到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第二个是义，义是循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合情，要合理，要合法，面面周到啊，这是义也。啊，礼是礼貌、礼节。啊，人与人见面总打个招呼，啊，亲切。智是理智，老祖宗教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用事会出乱子啊，要有智慧啊，有理智啊，不能不要感情，但是理智可以控制感情啊，这个感情呢不会泛滥啊。最后又是信，一定守信用啊，仁义礼智信，这5个字怎么会传错啊。八德，孝悌忠信，仁爱和平啊，这是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纲领啊。传统文化的核心，千经万论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春秋时代管仲提出治国的总纲领4个字，礼义廉耻，叫4维啊，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说12个字就全代表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就这12个字
啊，一部《四库全书》，没有离开这十二个字。啊，所以他能够传下来，违背这十二个字，那决定传不下来。没有人学习，啊，传下来的都是宝啊，都是山羊，把这十二个字发扬光大。全靠信心啊！中国人没有不相信父母的，没有不信祖先的，没有不信圣贤的。现在完全有问题了啊！头一个，现在人对自己没有信心。对父母师长没信心，对祖宗圣贤是更没有信心。啊，圣贤留下来这些东西，你怎么会理解？你怎么能够切入？啊，怎么能够啊，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啊，因为头一个条件就是要有信心。啊，学佛更讲求信，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啊，一切善都从信心里头生出来。啊，所以信是成道的根源。是功德之母，啊，一切功德都从信心生。现在信心成了问题，啊，那么换句话说，传统文化的根本动摇了，严重的动摇，如何挽救？啊，只有我们从自己个人，啊，社会人不信，我相信；社会人不要，我要；社会人不能行，我来行。我做出来给大家看。啊，走古圣先贤的老路子，第一个。自己在一生当中身心清净啊，方东明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一生没有忧虑，没有烦恼，现在所说没有压力啊，身体健康，心里明达啊，对一切万法明了通达，这个快乐，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家庭和睦啊，事业不管大小。顺利啊！我们的思想言行，把古圣贤先贤的教训、佛菩萨的教训做出来啊，对自己决定有利啊！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不相信的人做不到啊。啊，做到的人心安理得了。啊，纵然遇到挫折也无所谓。啊，为什么呢？挫折是因果。从果上知道因，从因上知道果。啊，古圣先贤，圣是什么？圣是通达明了。佛是什么？佛是觉悟。换一句话说，圣贤觉悟，教我们做一个明白人，就这个意思。啊，不明白就糊涂啊。糊涂人，人生真苦啊。他没觉悟啊。啊，他生活在烦恼当中，生活在忧虑当中。啊，无论是有多高的地位，有多大的财富，他并不快乐。啊，那么走古圣先贤的路子，遵照老祖宗的教诲，一生过个非常幸福快乐。啊，不受外面环境干扰。为什么？不把那些环境放在心上，心是清净的，没有染污。啊，这个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学习古圣先贤东西，值得了。啊，学的人少，当然受用的人少。啊，你肯学你就得到受用。啊，2005年我们在汤池做了个实验。啊，用一个小镇做个实验。真正没想到，很短的时间，这个小镇居民的良心呢，就唤醒了。啊，唤醒怎样呢？不好意思做坏事。啊，不好意思欺骗人。这良心发现了。啊，这个实验，我们得到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老祖宗说的话不错。证明了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本善的。啊，第二个，从这个实验我们得到个结论，人民是很好教的，问题就是你没教他，很好教，一教他就懂，他就回头。啊，那么这个实验是带给我们强大的信心。啊，那就是说，只要我们努力去做，这个世界有救，这个世界有前途，不至于到毁灭。啊，爱好古圣先贤的教诲，啊，中华儿女，我们大家觉悟过来，认真努力，从自己做起，从我家做起，啊，做出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啊，那国家要带头，我有理由相信，只要一年，中国社会的安定是世界第一。啊，那就能带动全世界，
全世界都会跟你学习。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就是汤池精业给我们的信心。啊，国家搞太容易了。啊，利用现在的高科技，国家广播电台在最好的时段，一天不要多4个小时。啊，把古圣先贤的教训详细的来解说，全国人听到，都在受教育，一年中国天下太平，是世界第一。啊，国家还没有觉悟到，我们自己做，啊，我们自己做是很费力气，但是自己决定的利益，啊，我们做。我们居住在这个环境，这个小村庄，啊，目标定的3年，3年就感染这一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就变成一家人，啊，个个都能懂得，我做得好，邻居看到了，邻居再做到，哎，那边邻居又看到了。啊，古时候舜王就是这么做法的，他带头的，3年，他这个小镇变得非常祥和。啊，小镇的人个个自爱，啊，个个都把伦理道德表演出来了。那个时候的帝王尧王，尧王听说了，啊，还有这么一个好人。啊，是不是真的好？要观察，啊，怎么观察呢？把两个女儿嫁给他，观察他的私生活。尧王有9个儿子，跟他做朋友，观察他在外面行为。啊，观察是真的，不是假的，把他请出来做官。啊，让他来帮助尧王治理国家。啊，他做得很好，到最后尧王年老了，王位就传给他。啊，舜，农民的耕田的孝子啊。啊，母亲死得很早，父亲娶了个继母，也生了个儿子，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啊，父亲听后母的话，啊，疼爱这个小弟弟，虐待他。啊，虐待了，到邻居可都看不过意了，啊，都来批评他的父母。啊，这个人孝子啊！啊，他跟父母辨别，给邻居讲：“我父母没有错，都是我自己不好，惹父母生气。啊，你们不可以批评我的父母。”3年，把小镇全部感化了，他的父母也感化了。啊，中国24孝把它摆在第一了，这有道理啊！啊，所以我们要有大顺的精神，啊，尧舜的精神。我们把自己传统好东西做出来，即使舍生命也在所不惜。啊，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啊，这个是救自己，救我们的民族，救国家，
旧世界，昨天有个同学到这看我，告诉我有这么一桩事情，我不晓得，这就净空法师教学平台微博他们做的，我不知道来问我的，很抱歉这个来忏悔，把我讲经的东西揭露这些短句在这个里面发表，听说看的人很多，我告诉他可以做但是一定要守住个原则，决定不能违背国家的法律要做一个守法的人在国家法律准许之内的线可以做不能呢化缘不可以敛财宣扬传统文化可以有人自动来赞助你可以赞助还要留意这个赞助的人呢，他拿钱给你，他有没有企图，会不会利用你这个要小心谨慎，不要被人骗了他是一个好意先他要附带他其他的目的，这就不接受那么现在有不少同学知道我在护持斯里兰卡办一所佛教大学佛教大学呢有在募款我把我的供养全部都给他了带头这个可以这个地方建佛教大学意义很深，因为今在全世界我不了解这个国家以前我没有注意到是个佛教国家，我不晓得，我只知道泰国、缅甸、柬埔寨这些南洋的佛教国家，我知道。斯里兰卡没去过。去年接受总统邀请，到那做9天的访问，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在这个地区2500年来没有中断，没有改变，真正叫闻名古国全国人学佛，总统见到出家人都顶礼，其他你就可想而知文武百官见出家人没有不顶礼的我们看到根本就是孝亲尊师小孩从小他就学会了，每天早晨起来要拜父母跪在地下拜父母，两只手摸到父母的脚上学要拜老师，也是这样拜。
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这佛经上的。没有想到斯里兰卡全国人都做到了，啊，小孩做到了，是小孩的爸爸妈妈对他的祖父母就这么孝顺，他看成习惯了。啊，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呐。200年前，中国人是这样的呀。我们把根本丢掉200年了。日本人在400年前也是这样的呀。日本的文化全是中国学去的，他们完全落实。我们到日本去参观，去讲经，日本的农村还是这样的。啊，我们去的时候，啊，当地的日本人，他们的房子是榻榻米，欢迎我们时都是跪在榻榻米上，恭恭敬敬。别的地方看不到了。那在日本农村还得保留着。啊，都市，都市就很差了。啊，都市很少看见。农村。啊，他们虽然丢掉400多年，农村的根还在。世世代代相传。啊，但是现在农村年轻人少了，年轻人都出去了。啊，留在农村里的老人、妇女，啊，我们看到都很感动。啊，没有想到有个2500年的古国，没改变，还是老样子。啊，我们看到欢喜。啊，我跟总统建议要办大学。啊，为全世界佛教培养师资。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讲经教学49年。后世的这些弟子们，啊，从佛陀一生的教训里面，啊，取得一部分，就建立宗派。啊，大的派系3个。啊，斯里兰卡是巴利文系的，巴利文是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讲经所用的语言。啊，所以这是很纯的，最古老也最纯的，释迦牟尼佛传下来。那么传到中国来的是汉语系。啊，中国这个系，包括韩国，包括日本，啊，包括越南这一带地区都是汉语系的。另外，在唐朝时代，传到西藏。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去，啊，文成公主是虔诚的佛教徒，把佛教带到西藏。现在是3个语系大的，每一个语系宗派很多，啊，日本有13个宗派，中国有10个宗派，啊，那我们想呢，办一所大学，把每一个宗派都成立一个学系，啊，这个3个大的成为学院，汉学院，啊，汉传学院，巴黎的学院，藏传学院，啊，底下的时候，这个宗派的时候就是学系，把师尊、
49年的教学全部恢复下来，那个地方环境好。你在学校学了这个课之后，你走出学校，看到人民都做到了。别的地方建学校了，课堂里学的，出了课堂看不到。在那个地方出来看到，这个太难得了。那么去年跟总统谈的话，除这个之外，我还建议要办一个国际宗教大学。办这个干什么呢？目标啊，希望宗教都回归教育。宗教要团结，宗教要互相学习。化解宗教战争、宗教矛盾、宗教冲突，这个要化解，让宗教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安定和平。这个事情我已经做了17年。98年、99年，我住在新加坡，就开始做这个工作。这些年呢，算是有一点成就。我们每一年都有一次在联合国办一次大活动，团结全世界宗教。所以我想要办个大学。兰卡的总统一口肯定，在我斯里兰卡做。所以我还建议，我们需要一个活动中心，宗教活动中心。在这边办论坛、办讲座，办短期学校，培养各个阶层的喜欢宗教的。都可以来学习开阔。这个最短一个星期，最长也不要超2个星期，不超过2个星期。短期到这边来学习。总统满口答应，现在兑现了。这些都做了破土奠基典礼。宗教大学大概最近这一个月要开工了，9月应该开工了，预定2年完成。我们现在到处在物色老师，筹备的这些法师们告诉我，现在已经有160多个老师，都是很有修行。很有道心，难得了。我年岁大了，我什么都不能做了。我说我祝福你们，你们学校盖成了，我到你们这个地方来讲一部大乘无量寿经。来祝福你们。这部经标准时间是1200个小时。一天讲4个小时，要讲满300天。我说我到兰卡来住一年，讲一部经。祝福你们的事业圆满成功。所以我跟大家说过，大家供养我呢，没有必要了，
我一个人生活很简单啊，我自己现在种菜，有个小菜园啊，蔬菜不必向外买啊，大家了供养我的钱可以直接寄到学校去，不拘多少啊，一块两块不算少啊，一百万两百万也不算多啊，我们乐观这一个学校完成啊，这个学校实际上预算的不是很高啊，这个国际宗教大佛教大学啊，预计是美金2500万啊，所以数字不算多啊，希望我们同学啊多多少少捐助一点就好，我们尽一点心意，让这个学校很快速就建成啊，建成之后这第二个是宗教大学啊，活动中心我们不需要捐钱，有一个企业家他承包了，好事情啊，那我们活动中心是用酒店的方式，当然在那佛教国家是不饮酒的啊，我们叫饭店啊，饭是要吃的啊，所以我把他的招牌啊，我给他定的是阿弥陀佛大饭店，告诉他学习佛陀教育跟吃饭一样重要啊，不能一天不吃饭，不能一天不读经啊。我从认识佛教到现在62年，每一天没有离开经本的，真的跟吃饭一样重要，饭可以不吃，经不能不读啊。我这些想法了，想了多少年不能落实，到斯里兰卡全部落实了啊，所以我要把这个佛教古国介绍给大家啊，你到那边去观光旅游，就像回我去的时候很像回到隋唐时代啊，在深入里面去观察的时候，可能会想到我们回到啊春秋的时代啊，孔夫子那个时代，就2500年啊，看到人民的生活啊，斯里兰卡人民没有竞争的心，没有什么欲望，清心寡欲，知足常乐，很容易满足啊，今天有东西吃饱他就非常快乐啊，人个个都受持三规五戒十善八观斋戒啊，全国人男女老少个个遵守啊，是一个非常和谐啊幸福美满的人生，到那里看到啊，并不富裕，生活得非常快乐。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佛陀教育，都要遵守佛的戒律啊，证明
用佛教来治国，可以收到这样的效果，难得了。啊，再来看的时候，以佛教治国的成果，啊，佛陀教育不是不管用，管用啊，治国平天下了。啊，兰卡做到了，而且做了2000多年。啊，一直到今天没有改变。啊，特别为大家介绍。啊，斯里兰卡个个说成是言，为什么？妄语是五戒里的宗戒，没有人敢犯戒。啊，所以说话诚实。啊，生意买卖都是老实，没有欺骗人。啊，没有卖假东西的。啊，到那边吃东西安全，为什么？这个国家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啊，完全是古老人工栽培。啊，他们是小城国家。啊，戒律里头。是他们是透波制度，所以没有素食。啊，他们吃三斤肉，啊，就是不见杀，没有听到杀的声音，不是为我杀的。啊，无戒是善，变。全国啊，总统早晚要做扩松啊，总统府里面的佛像很别致啊，不像中国要盖一个宫殿来供佛，他不是的，他是把佛像放在菩提树下，就像世尊当年在世一样，啊，世尊在菩提树下开悟的。你看那个佛像，在菩提树下，总统做早晚课在菩提树下坐，啊，总统府的大院子，我们去看过，也到那去礼拜过。出家人在这个国家有崇高的地位啊，出家人个个都守戒律，没有私财，出家人不能接受金钱供养啊，他全部财产就三衣一钵啊，出家人有三种，一种管理寺庙的，啊，这个寺庙财产是所有出家人都有份的，啊，中国人讲十方丛林，啊，他要照顾出家人的，所以十方的供养是供养常住，啊，出家人不闻不问。啊，出家人每天接受一餐饭，他们是过午不吃的，一天吃一餐。这个现在是由在家居士供养，他们不出来徒步了。啊，到中午的时候，居士们会把饭菜送到寺庙，这个寺庙有多少出家人，他准备多少份。啊，全国寺庙有10000多，我不知道出家人数多少，啊，我是概略的估计，一个寺庙吧，有7-8个人吧，那就有7-8万人。要有10几个人的话，就有10几万人。
啊，他们全国的人口2000万，啊，所以出在家的这些弟子，啊，有组织供斋的，啊，轮流，在这个村庄里人轮流，啊，一般大概一个月轮到一次，啊，这是他们的大事。啊，公斋是修福啊，大事啊，一个月才一次，一定这些饭菜都还不错啊。他不是每天一家一家的轮流啊，都是你们的寺庙人多啊，有的3个月轮到一次，半年轮到一次。啊，所以很难得，很不容易。出家人个个都懂经教，啊，在家学佛的也个个都懂，不外行，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啊，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出家人守规矩。你要不守规矩的时候，这信徒批评。啊，等于说信徒你只要离开寺庙的大门，信徒就见识你，你做错了他们就会警告你，啊，大的错误的时候他就叫你把袈裟脱下，你还俗，你不够资格做出家人，啊，那么这一个不成文的风俗习惯，让出家人啊一定要规规矩矩，啊，一举一动啊都要如法，啊，实在讲呢，确实有真正的利益。啊，有好处。啊，所以佛教大学跟宗教大学建立在那个地方是很理想的选择。啊，总统护法。那文武百官统统护持。啊，出家人在那个地方万缘放下，一心向道。啊，因为对出家人照顾很周到。啊，你只用功办你这道。啊，星期天是教学，叫星期学校。星期学校没有固定地方，每逢星期天，啊，我看到所有在校的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啊，都要到寺院去接受佛陀教育。啊，这一天所有寺庙开放，啊，学生围着一圈一圈，一圈有一个法师、老师在讲经教学。啊，时间好像是早晨8点到11点。啊，他们上课的人很有规矩。啊，我去参观，没通知学校。啊，走进去，看到学生排得整整齐齐。啊，听课的时候专心。我们这些客人在旁边的参观走了，他们不理我们。啊，专心在听课。啊，没有张头啊。只是看看了东看看，没有这信息。啊，我们看到这个学风很佩服。啊，到学校参观，每一个教室都有佛龛，像我们这小佛龛，每个教室都有。上课的之前，老师带着所有同学
拜佛，拜完佛之后上课。大概世界上就剩这么一个地方，再找不到第二个地方。我在泰国，在东南亚没有看到过，这么彻底的落实没见过。所以这段经文上说得好啊。斯里兰卡现在还是这样的，纯真绝望，万劫如然。斯里兰卡2500年，老样子。言诚实者，殊国于世啊，像佛教啊，佛菩萨了，阿罗汉的诚实。没有超过他们的，他们决定不会骗人的，决定不会有恶念的。决定不会害人，不杀生的戒，害人都是属于杀生。占人的一点小便宜，那是偷盗戒。再小的便宜也不可占。不偷盗啊。养成整个社会的风气，真不容易。养成之后，世世代代能保持不变，这也不容易。凭什么？我们看到了教学，教学危险的。国家电视台早晨起来，大概从早晨4点钟到8点钟，这个时段。完全是宗教教育，佛教教育，许许多多的法师在那里讲经教学，带着大家常念早课，没有间断的，星期天是全民教育，所以。他们能够保持，能够这样的安定和谐，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么诚实，全靠教学。法师。重要的经典都能够背诵，许许多多修行的法师，还像世尊当年一样，晚上树下一宿，油不太多了，在山上挖山洞，有天然的石头洞，有挖的洞。他们在洞里面修行，这个很多，现在还很多。那一个洞就一个人，清静，没有人跟你讲话了。那么这些在山洞修行的人，日中一时也是附近村庄里面也是轮流来供养。做的饭菜他供养。所以出家人无忧无虑，无有牵挂了，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他们修清净平等觉。
啊，五戒是圣，八戒是戒，认真落实。啊，供养是修福啊，这是现在这个世界真正的福田啊！啊，你们供养我的金这些金钱，过去我都是印金啊，印金这个方法好，印光法师提倡的。啊，印出来经书，只要有人读，没有不得利益的。啊，这么多年来，大量的印经，啊，赠送给有缘的道场、个人。啊，我们送出去大藏经，将近一万套。啊，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些钱用来建学校，啊，建大学，啊，这个大学建好了，可能在明年，啊，就要启动宗教大学。团结重要，非常重要。啊，这两个大学跟一个活动中心，啊，就是阿弥陀佛大饭店，啊，希望慢慢能够影响到全世界，啊，让所有的宗教回归教育，啊，宗教里面的传教士都能够讲经教学，像兰卡一样，每一天对全世界播放。啊，现在这个远程教学发展得很快呀！啊，远程教学是我到澳洲才知道，澳洲是地方太大，人少，啊，那么大的一块土地，只有2000多万人。啊，所以学校少，啊，因为居里的居住地方的时候，离学校的时候很远，非常不方便。所以，澳洲政府就采取远程教学。啊，你在家只要有电脑、有电视，你就能收看老师每天教的课程。你在家里自己学习，参加考试，啊，学校发毕业证书给你，对，这个方法非常好，啊，这种方法现在媒体这么发达，要好好利用它，啊，宣传正面的伦理道德。啊，不必去提负面的，也不必去批评负面、责备负面，没有这个必要。啊，只学好的，只说好的，啊，只行好的就行。
啊，这个负面呢，自然慢慢就衰退消失了。啊，不必去责备他，把人的良心激发出来。啊，人性本善，这一点非常重要。故知诸佛所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无量寿佛不可思议的功德是什么？就是教学。无量寿佛是个大科学家，我们今天讲又没提了教学，他早就做到了。我们跟他的差距不能用年月来计算。啊，极乐世界成就十个劫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他在世界之前就运用了。我们今天要做，落后了十个劫。他是老祖宗了。啊，而且我们做不到，没办法做到。极乐世界六尘说法。啊，什么叫六尘说法？佛自己本身说法，有讲堂，啊，有大讲堂。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人，花开见佛，一定啊，到他讲堂里面去听课。啊，极乐世界的人身体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身体是物质现象。我们能够思维，能够想象，能够想前想后，啊，这是心理现象。啊，极乐世界有，但是它不是物质现象。啊，它没有物质现象，它也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怪了。啊，跟我们这边完全不相同。他们的身，法性身，这个身相之好，我们无法想象，也说不出来。寿命极长，无量寿，人没有生老病死。啊，宗教里面讲的永生呢。啊，佛教是无量寿，啊，是阿弥陀佛无量寿，每个人通通都是无量寿。啊，而且在那个地方，你一定成佛，就是一生成就，而且成就相当快速。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修行这么苦。你看佛讲经说法永远未中断啊，所以我们能想象到到极乐世界见佛了，进入他的讲堂是修身的，离开讲堂你就成佛了，就毕业了。为什么没成佛？你不会离开，你离开就成佛了。成佛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阿弥陀佛的智慧、神通、道理、相好光明，你在那里修成，样样跟阿弥陀佛一样。同时你身在弥陀讲堂，你能够化身
无量无边。啊，化这些人到无量无边的世界去供佛。啊，供佛是修福，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福慧双修啊！你不间断的，在极乐世界谁教你？所有诸佛如来都教你，你能不成就吗？哪有这个道理啊？啊，不但你自己成就了，同时你还教化那个世界与你有缘的众生，你通通能分身去教他们，这些全都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不是假的啊！那么在极乐世界，我们在前面看到风吹树叶，它的树叶是宝树，不是木本的，啊，是珍宝。宝树，树叶跟树叶相碰的时候，就出声音，就像我们这个世界的风铃一样，啊，它会出声音，声音非常美妙，细细的听呢，它在说法。我想听什么，他就给我说什么。我们的科技还没做到，啊，我们科技里面现在是不错了，啊，有念佛机，有播经机，它里头要插磁片，极乐世界不需要这个东西，自然的。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变现出来的，给我们享受啊！流水的声音也在说法啊，鸟叫的声音也在说法，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不是真的出生的，是佛变化的，所以呀、啊。六尘说法，也就是你在极乐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切处一切时，你通通听到说法声音啊，你也能够看到十方世界啊，光中化佛这个地方能不去吗？这个地方是整个宇宙科学的最高峰啊，科学技术到那到顶登峰造极啊，那个地方享受科学技术的方便，没有丝毫染污只闻其利益，没有听说他有不善的地方，没听说过啊！所以这一句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要了解他了啊。那么这句话，这是经上的话啊。莲池大师讲，这是极真。即时之言，真实到基础，决定不是假的。千佛出世，不能改易。那千佛出世是讲我们现在这个贤劫，这个一个大劫里头有一千尊佛出世，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下面第五是弥勒菩萨啊，没有一尊佛不赞叹，没有一尊佛不
不明了。啊，佛的赞叹就是宣扬，劝导大家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万代遵守，不可一时。这个万代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末法一万年呢，世世代代的我们要遵守，不能违背，不能把它丢掉。啊，你要违背了，把它丢掉了，六道轮回永远出不来了。啊，世尊末法，一万年已经过了一千年了，后头还有九千年。啊，所以有一些人说世界末日，佛法没这个说法。佛法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有九千年，怎么是末日？哪有这个道理？啊，末法九千年，这个世运，啊，有兴有衰，这个是真的，不会灭亡。啊，衰到极处，慢慢会兴旺起来。心到极处，它也会摔下去。啊，这个现象有。纯是真实，无有虚妄。啊，这个我们要记住的。是故我等先当地心。这一句话是黄念老劝我。啊，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真正相信。啊，地心是真心，是把它的道理真相搞清楚、搞明白，没有丝毫怀疑，这叫地心。啊，贤是大家一起，啊，我们应当地心，慎莫怀疑。啊，慎是谨慎，千万不可以怀疑。啊，不可思议功德，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啊，参考资料第二页，不可思议功德。啊，净土大经科注第623页，居梵语名义大集及宗尽录第48卷，是有五种的。啊，第一种定力，啊，定是三昧，梵语称三昧，啊，它有禅定，有定功，不会受外面境界影响，这是定力。啊，我们在修学当中，这个是非常重要。啊，修定，诸位不要误会，盘腿面壁那叫修定，那是禅宗初学。啊，真正修定在哪里呢？眼见色，在见上修定。而闻声，在闻上修定，也就是说，你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怎么样呢？如如不动。
决定不把它放在心上，这叫定啊。啊，你看到听到都放在心上，你的心就乱了，你受它干扰了。啊，看到听到不放在心上，见如同不见，听如同没听，这叫定。啊，实际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叫慧。如如不动，这就是定。啊，我也受他干扰，看到喜欢的想占有，这就坏了。不但你受他干扰，而且你生烦恼了，这个占有是烦恼。啊，所以要学菩萨，菩萨六根接触外面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如不动，叫定慧等修。啊，定慧同时修。啊，华严经上那些菩萨修定在哪里修啊？用现在的话来说，超级市场、百货公司，啊，到那里面去散步，在那里修定，啊，你看琳琅满目，样样清楚，什么新的花样出来的时候，你都知道。这什么？这慧呀，慧是清楚明了啊，里面如如不动，啊，绝不动个念头。哎，我想拥有它，那就错了。啊，这是真正修定的。你要经不起诱惑的时候，定也没有了，慧也没有了。啊，那就是凡夫了。啊，你晓得菩萨修定的，哎，跟我们逛百货公司没有两样啊。啊，但是我们在那逛的是生烦恼，他逛的时候生智慧，又得定，定慧通通得到。啊，于是你就明白了，早晨起来穿衣吃饭都是修定修慧。啊，随缘呢，我想吃什么想吃那个，你就被外面诱惑了，你就定没有了，慧也没有了。啊，从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这一天所接触的境界里，通通如如不动，清清楚楚，叫定慧等修。啊，修到不起心不动念了，恭喜你成佛了。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你是菩萨。啊，不是不接触啊，不接触怎么修法？一定要接触。啊，宗门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比喻说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百花是比花花世界，你在这个里头啊，你就走，身上干干净，一片叶子都没沾到。啊，菩萨哪里都去啊，什么地方都去啊，啊，去修行，啊，去考验，啊，如如不动，清清楚楚，这叫修定。修慧啊，定慧等学，这叫禅呐。啊，现在很多人搞错了，以为禅是盘腿面壁，那是禅，那不是。啊，那是修定，不是修禅。啊，等到他大彻大悟，那叫禅。没有大彻大悟，他是定，他不是定。
那禅是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啊，定慧均等，定慧也如。啊，这是真的定，真的慧。啊，慧这个定就是不动心，慧就是照得清清楚楚。啊，心起作用，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里面痕迹都不照。啊，凡夫的心像照相机录音像，一照就录下去了。啊，菩萨的心像镜子，不录音像。啊，照得清楚，印象不露。我们每天早晚照镜子，就要想到啊，用心如镜。啊，从早到晚接触一切人事物，心像一面镜子。这一天呢，痕迹也没找到，干干净净。啊，这叫佛。处理一切事情，你用清净心，那是智慧处理，一丝毫没有错误。啊，你要想怎么处理怎么处理，那是用的知识，知识处理问题有局限性，而且有后遗症。啊，那么今天整个世界的社会问题出在哪里呢？智慧没有了，知识。啊，学校里教的全是知识，智慧不教了。啊，中国古时候学校教智慧，知识不教，因为你有智慧就有知识。啊，有知识没有智慧。啊，科学是知识，不是智慧。啊，哲学虽然是智慧，但是瓶颈没突破。啊，大彻大悟啊，那就突破了，那真管用。啊，哲学家很多没有大彻大悟。啊，所以对于宇宙怎么来？人生怎么回事情总是说不清楚。啊，凭他的经验，凭他的观察，也能说出一些道理，不能叫人心服口服。说到究竟处，他也不能自圆其说。啊，还是用一个怀疑态度。跟古圣先贤去比差很远的。啊，大哲学家我们见过不少啊。我在印尼大学啊，校长请我吃饭，告诉我学校里头有宗教比较这个学系啊，研究宗教比较。我跟他说宗教不能比较，他说为什么？我说什么人的智慧超过耶稣，什么人的能力超过穆罕默德，超过释迦牟尼佛？你要超过他才能比较啊！你要不超过怎么比较？
啊，对待学生的优劣，老师可以比较，学生就不能比较。所以要比较的话，一定要超过他们。他问我的，那怎么办？我说别比较，好好学习。啊，向耶稣学习，向穆罕默德学习，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就对了，怎么可以比较啊？啊，他对我这些话的时候感觉到很满意。啊，比较的，换一句话说，他们都有缺点。哪个宗教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东西，吃力不讨好。啊，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修定修慧重要，等到成佛了，啊，再做评论的也不迟。但是佛会不会呢？佛不会。佛怎么说呢？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说的真妙啊！啊，法门怎么平等呢？因为一切法都不是真的。换一句话说，一切法到究竟处都等于零，零跟零不就平等吗？啊，所以佛永远不会跟人吵架。永远不会给人冲突，啊，为什么呢？到最后归零，妙极了。佛法不叫零，叫空。万法皆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就是空。真的是妙计了啊，那就是他们的宗教比较学我们没想到啊。啊，在佛法里头讲到究竟处，遍法界虚空界，今天讲整个宇宙，佛说是一体，所有的现象都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自性自己本身不变，永恒不变。啊，它能生万法。万法怎么生的？这是缘，佛家讲的。遇到缘，它就现现，自然变现。啊，决定没有意思在，啊，我想变什么，那是凡夫，那没有见性，见性的人不会起心动念，啊，永远不会起心动念。那么，所有一切变化，比方极乐世界，这经上讲的很清楚啊，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啊，是阿弥陀佛从自性当中随顺众生的意念变现出来的。啊，是众生心想这个缘，阿弥陀佛从自性里头变现。这个说法说得好啊。啊，慧能大师透了信息，但是没说清楚。啊，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第三句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句话很重要。啊，本自具足就是承认。啊，自信真的是万德万能。
啊，他一无所有，他不是物质现象，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用一个空来说，但是这个空不当作无讲，他能现，他不起作用的时候他不现，是空，他起作用的时候能生万法。啊，生万法不能说它有，不生万法不能说它没有。这是事实真相啊！这个事情在《大乘经》里头，佛说为真方知。啊，没有证入这个境界，讲不清楚啊，无法形容啊。也找不到比喻。啊，为真方知，这就是科学精神。啊，你会不会知道？会。等到你到了一定的程度，大乘经上叫八地以上，啊，佛陀将菩萨分成51个阶级，啊，到第八地你全明白了，啊，八地是多高的阶级？啊，这50个。实信第一个好比小学，实住啊好比是中学，实行好比是高中，实回向好比是大学，实地好比是研究所啊，实地里面的第八地啊，初地二地三地到第八地，那么距离最高峰到圆满呢，只有5个阶级。52个阶级，它是最高的5个阶级。对于经上所说的，它完全通达明了。为什么？它见到了，明心见性，它真的见到了。啊，性的本体，性的现象，性的作用，他全知道了。啊，不到这个程度，怎么说都会有怀疑。啊，真正没有怀疑，那是对于佛菩萨真正相信。啊，这叫诚信，没有怀疑。啊，定力重要。我们要有定力，啊，对佛菩萨要有定力，绝不怀疑。第二种呢，通力，啊，通是神通，到阿罗汉，6种神通就具足了。阿罗汉是第7性位的菩萨。啊，佛教这个学校一共是52个年级，阿罗汉是几年级啊？7年级。啊，52年级成佛，他距离成佛还很远，但是在阿罗汉7年级，6种神通都得到了，天眼。看东西没有障碍，我们在这个3楼往下看，清清楚楚，透明的，没障碍啊，墙壁都没障碍，那个山也没障碍，山那边人在那里活动，这可以一看就穿了啊。天耳
没有障碍，所以电视对他没用处啊，他什么都能看见啊，天耳听没障碍，在远的地方，在美国那边讲话我听得很清楚，他讲什么啊，他心别人起心动念知道啊，续命过去时过去生生世世统统清楚啊，未来也能够知道啊，宿命通神足通，飞行变化变大变小，像孙悟空七十二变啊，他有这个本事，那三颗罗汉就有这个本事，到四颗见识烦恼断干净了啊，换一句话说，他没有错误的思想，没有错误的看法啊，心正，见解正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啊，正心是什么？是什么人呢？阿罗汉啊，心纯正，没有邪思，没有邪念的啊，其性为的菩萨，在不断向上提升，提升到八地，这不思议功德全明白了啊，这是过去啊，佛法叫你正的，你听他讲相信他的啊，那是什么？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啊，就是诚敬的力量，真诚恭敬是这个力量啊，好，对你有很大的好处啊。真正的呢，真正是你一定要正德啊，不正德叫解悟啊，听佛经听多了，知道有这些事情，你没正德，正德才是自己的啊。佛教人信，第一个信，决定没怀疑；第二个了解，啊，信了之后要求解，啊，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然后行，行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最后正，把你信、解、行通通证实，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才圆满呐！啊，没有到正不行啊！你没有毕业，你的课程没学完啊，所以通理。第四个呢，戒实力啊，戒实力也很重要。这个戒实力，这里头有个挂虎，解释戒实力。未如二禅以上，无由寻思欲也。若于设法应用，则借粗禅言而生三世，一成即用。这个解释得很清楚。啊，二禅以上，他的妄想分别之处控制住了。定功控制住了，不起作用啊。那么他要办事怎么办呢？人家来请教他，他要跟人家说法怎么办？借粗禅，粗禅呢，他还有
饮食、二食、生食。啊，八十里头它还有这三种。啊，借来用。啊，借出产的。它有这个本事。啊，所以它可以教化众生。教化众生，言起的作用，耳起的作用，身起的作用，是从出产借来的。他自己呢？自己没动。啊，有戒食这一种作用啊。于是我们就晓得，二禅以上的那些人，通通是戒食来办事。啊，特别是教化初学，啊，诸佛如来在我们这个世间现身说法，我们就晓得他自己没有起心，没动念，怎么教化？现在我们知道切实。啊，他借初禅的，初禅是刚刚得禅定，还不深，啊，是还没能转掉。啊，那么再说，这个初禅是谁的？不是别人，是自己。啊，我们做个比喻，比如这是个大学博士班的教授，现在让他跟小朋友上一堂课，小朋友提的问题他来解答，他怎么办？他教的那些课程全用不上，小孩没懂，怎么办？把小学一年级的课本拿来，哎，他借这个来教他，这叫借识。啊，借自己小学课程来教小学，借中学的课程来教中学。啊，大学才是他的本分。啊，借识力妙极了。啊，那么第四个大愿力，愿是动力，没有愿就不动了。啊，所以四弘誓愿呢，非常。啊，人不能没有愿力，要有大愿力。大愿是要发愿，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弘一大师在我们下面有一副对联，上联。愿敬未来，发的大愿，敬未来世，也就是一切时一切处，普代法界一切众生备受大苦啊！啊，代众生苦啊！自己成就了，不离开六道，在六道里吃尽苦头，为什么？为教化众生。
为帮助这些众生修，从哪里修起？从受法，从持戒。所以在下联讲，下联说的非常恳切。是舍生命，弘护南山，四分六教，九住神州。这个大愿呢，舍生命也不在乎，我要弘护南山。就是钟南山道宣法师六宗第一代祖师他所弘这个弘扬的四分戒律四分律这个跟现在斯里兰卡出家人持的戒是相同的大部分完全相同红绿教神州是中国这块大地九住神州学佛从哪里学习持戒持戒的人一定受法不会触犯国家的法律那么这是国家的好公民呢。作奸犯科，这些人不能学佛，入不了佛门呢。有戒就有福，没有戒，佛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戒是心呢？你看，你有心，有戒做不到。那怎么行不但要行后头还要正信皆行正所以要远离第五呢佛法之威德力这是佛法价值此五种力不可思议故人胜利不可思议这是讲不可思议功德了我们不能不知道知道了就晓得学佛从哪里下手那么今天戒律没人学了我知道这个东西重要，也没办法。我们这一生，这个任务就是做宣扬，把佛法的好处介绍给大家。真正佛法兴旺是下一代，不是我这一代了。我这一代住世不会很久中国人古人常说人有四季从出生到20岁人生的春天20到40人生的夏天40到60是人生的秋天60到80是人生的冬天80以后叫风烛残年随时会走
这是事实真相，一定要认识。80岁就准备随时可以走，汤恩比博士82岁的时候访问日本，在日本讲了不少东西，留下了几本书，85岁就走了，3年以后就走了，这是正常现象。换一句话说，学佛的人80岁之后，就是心里头都要做准备好，随时可以走。对于世间决定不能有丝毫贪念。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该做的事情赶快做，收尾了。多做一点好事，帮助后面的接班人，让下一代比我这一代更好，这就有意义，有价值如果我这一代过去了，下一代不如我这一代，我们对不起这一代人，也对不起下一代的人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好。不可思议功德，我们就说到此地，这个现在时间到了，还有一些事没讲完。我们下一堂课看到有这些经文地方呢，再做补充。